死我的，我点夸我就算了。你要不要用碗勺？你喝什么？你看，没有提醒是不是你们没有关注我家门？点点关注，下一次我直播就有提醒了。没有提醒，有时候怕推广，有时候没关注就没有提醒。为啥子我的就有呢？哎，啥子弄的呢？轻轻的滑动一下啊！好了，回来看不到你直播。刚刚他下播了，他来找我了。我过来喝两碗汤。他一个人点了300多的菜，吃不完了。你刚刚一起喝个小吃不完呢，我是本来就诚心叫他来吃的，非常诚心叫他来吃。我看一下你的什么地方，我老弟儿，我干完活了转过来。这不就来会儿吗？我感觉你衣服好多哦，你是第一次哈？这是我以前的衣服，朋友，我以前的衣服都穿不得了，啥嘞？又是太瘦了，都起球了。他哎，家人们，他说他以前的衣服穿不了了，就起球了。就是为了涨粉，我过来喝一碗汤，我怎么就涨粉了呀？再说涨粉嘛，也涨到我这里嘛，涨关他什么事啊？我太难了，我出来喝汤呀。我以前的衣服真的不能穿了。你好久过生日？哦，你才过了生日吗？怎么？我还说我这个记性呀，真的是，我说你好久过生日，我本来说送你几套衣服，你下次生日的时候我就送你衣服，好吧？想不想要吗？我送你几套豪华衣服。豪华，1000块钱一套的，我们的友谊是该升华了。上一次我被求婚那天，他给我买了一双1000多的高跟鞋。姐就是女王，自信放光芒。下一次穿应该是结婚的时候穿的。结婚的时候又有婚鞋了，知道吗？那个结婚的时候是婚鞋，我到时候给你买一个。不能穿之前的吗？新婚怎么穿之前的呀？我有的都要买新的。人家新婚就是要穿新鞋，到时候你老公肯定会给你买的。加油！那妹妹，结婚穿新台人穿不了。不是衣服。哎，我话筒坏了，我赶紧接话筒。哎呀，张明，我话筒坏了。我们找一个户外，我们找小户，买了多少钱嘞？几百块钱？几百块钱哈、啊？你买一个68块钱。168。哎呦，张明笑死了。我的话筒回来了，然后我的意思是我们小户。那天不上班的时候，我们不上班的时候，下午的时候，我们就找一个那种，民俗那种，就是那种不炒不小不炒的围炉煮茶，然后我们俩就在那拿话筒，我们开一场直播，用你的号用我的号都可以，然后我们两个就那里可以个号说，就得你说小，拜拜，好的，到时候唱歌耍，这个是韩粉。可以把它拉黑了，这个吧，真的，这个吗？婷婷，拜拜，你被拉黑了。哈哈，他说，我懒得停，长腿才能说得到。行，反正我儿的是黑粉，黑粉的话你可以直接踢出去的。不能影响你的心情。好。抖音有这个功能，就是为了怕你，刺激到你正常的生活，知道吗？就是为了有这个屏蔽和拉黑，就是为了让你可以做。谢谢奔放阿姨，我们两个喝了两碗了，我再喝一碗，是不是嘛？哈，人家多喝点，多喝一点啊，多喝一点。这个好东西啊，我吃够了，我在家乡，我们。
吃够了，鸡肉真吃够了，还要杀20多只鸡给阿姨们。最近哦，要给大家发过。今天还在问，要下要过到过几天发的。哇，好香啊！二十才五，赶紧讲我直播间，赶紧讲赶紧好好说。哎，真的，你晚上好不好嘛？他衣服好多呀，我感觉他一天一套。嗯，好不好？好看，干嘛去？有点想。但不好，没水好，没带好，我是不带水，带小白，我是水。里头这个好看，再吃一包看吧。好看，那好看着呢。很舒服的感觉，很舒服，很随意。我留个评呐，留评干啥子？我几年好不稳啊！给我们截个，给我们拍个照，家人们。小胡是外形像，他是很开朗的那种。很开朗的那种，知道吗？你怎么堵不了嘴巴？好喜欢小吴，他一直都是这样的。我们是一起聚会的时候，他就是那种很搞笑的。人家叶总给今年买可多衣服了，今年不穿。好多吊带呀，我不好意思穿。隔着屏幕看着你俩都高兴跟着笑呢。耶！像我你是这样子，你晓得？嗯，我是这样子的。他的女儿每次给我看视频，你跟老哥笑？不是的嘛。你们看啊，你们看他表演啊。就是他的女儿每次给我开视频都是这样的。阿姨。嗯，阿姨，真是的，这样子的。他喜欢吃鸡肉，我在家乡吃够了。你们好善良啊！今天我看你们都把牛来吃了，嗯，我晕了毛病去，是吧？什么你们？那啥？老晕了。你干嘛？没有。你通知了吗？我过两天我要回家噻。好善良呀，吉林可善良了，家人们。他自己买，哎，上次不是卖的那个牛奶嘛，分享的那个牛奶，然后他自己买了很多单。哎，人家阿姨马上就截图了。耶，哎，好看好看，发给我了哈。对。哎，给他看，红点赞看看。哎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阿姨啊！今年自己买的那个牛奶，就是自己下单的那个牛奶嘛。然后你们，我说我当时还说他为什么买这么多单，买了干什么？结果他买来那个，送到他们马边的那个，给那些小孩喝。对呀、啊。小吴吃的是鸡汤吗？他吃的是这个板栗鸡汤。你为什么现在才吃饭呢？我现在胃有点，我去弄药去了，没吃饭，一直在等着吃到浓缩上满。哎呦喂！你明天就开始喝？嗯，明天开始喝。这个拿不起来，那个拿不起来。老干，这个嘛，刘洋，老干。你不吃鸡皮了吗？啊，你就想吃鸡皮啊？哦，我不吃，我不吃，我不是跟你吃。真的吗？吓死我了！你捏了一下，我又捏了个我吃。家人们，我都笑死了。我刚刚吃这个鸡嘛哈，这里有个皮子。然后这皮子上面有两个有两个毛没弄干净，然后他说喊我扯这个皮子，哎，
他听不懂，他说叫我吃这个皮子，然后我说不吃这个，然后我说，我问他说你要吃这个吗？他以为我拿吃过的这个给他吃，你早知道毁了。我说你的意思是，我说你平时吃不吃这种皮子？我恐怖，你还有我了，你这好惨啊，老哥！哎，笑惨了，真的笑死了。马上3000人了啊，家人们，没有点关注这个地方，点点关注啊！以后你们想看我们两个经常有时间合体，开直播唱歌聊天的话，你们就可以多多关注我。到时候我们在外面聚餐、逛街都可以开直播的。你好烦呀！你叫我过来，我叫我过来吃饭。你看，我本来吃饱了的，现在又喝了3碗汤了啊！让你长肉了嘛，就是。我喝了3碗了。我真的想搞八公，觉得好可惜哦。你觉得？啊？你觉得可不可行？你还吃不吃嘛？明天吃啊！我也是。我说你现在吃。现在嘛不吃了，嘛吃饱了真的嘛。我。啊。好吗？不是的。老板。哈哈哈！有没有打包盒呀？喂。打包盒，打包盒，我要不打包这个餐，马上吃完。给我一个袋子装这个，然后一个盒子装这个，再打包，我再打包。谢谢谢谢。好。谁呀？大婶。想晓得，因为我不管咋会玩，是不是？不是玩，就是他的声音，你看见没有？比那个就是那边大的，那边的好好浓哦，你发现没有？啊，那边的那个面包味太重，吃了要回烧屋里去。没吃好的鸡蛋蛋都要喝水。没有。你不要给你的面包都好，你说。大师非常的雄鹰，你宝宝的啊。我改了杯子。我家是老天改了的了，哎，差不多，对不对？绝对是的吧，晚上。今天早点回家，我这儿离我的那个地方很近的，400多米。再拍再录一个，家人们，400多米，400多米。我过来喝三碗。拍照拍照，家人们。今天叶总要来接你吗？对，要来。这样子，这样子。今天什么小五？好第一次。小胡不是小。哦笑死了。包卖子。包包。你不吃了？哎。打包这个，哎哦，这是毛肚，误会了，是不是毛肚？是的，这明天可以吃个，可以，搞明天的不？搞明天的，这个呢？这个冷冻搞明天的，冷冻哦，不是冷冻过，冷冻过，好，谢谢，明天再就可以吃，谢谢啊。我们在一家乐山非常好吃的，鸡汤店吃汤喝汤，家人马上就喝完了，咋会吧？会喝了，喝了三碗了，他喝了三碗了。哎，先给你倒了吧。你还吃吗？嗯。给我倒吧嘛。嗯。嘛，那是老板吗？刚才那个。对。你们这个是土鸡吗？窑鸡。窑鸡。就是战斗机比较强的那种。战斗机。战斗机。反正就是比较强的那种保障。我们宣传一下嘛，中心城板栗鸡红参房。好的，这是战斗鸡啊。对，战斗鸡好吃还是土鸡？各有各的味道。咋，我看见这个好的是不是？妈，老板快点过来问你。战斗鸡，你们这个战斗鸡是什么鸡啊？是窑鸡。我们直播间可多人了哟，待会儿给你搞宣传了。这个战斗鸡是什么鸡？给我们科普一下。鸡吗？嗯，参加过比赛的。窑鸡，窑鸡，鹞子是不是啊？鹞子，鹞子不知道。嗯，有笋，
啊？有水？不知道了，我不知道。就是不是它是那种，它是那种鸡，就是去打架的那种鸡吗？战斗鸡？对对对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就是云南贵州的。哦，我知道他们那还有比赛的那种，是不？哦、对、就是。你的鸡全部都是比赛过的？不是比赛过的。吓我一跳，比赛了，然后这里试了，可惜惨了。属于那种斗鸡，就是喜欢打架的鸡。喜欢打架的鸡。经常在运动的。哦，在运动，它的肉就比较那个。打架的鸡，家人们听懂了，听懂了。叫药鸡，药鸡那个一个鸟字旁一个。你这个鸡从哪里拿来的？云南。他们到处收嘛。哦。我们专门有给我们供鸡的。嗯。到处收。我们家乡有很多鸡，你要不要嘛？你是哪里的？啊？哪里的？我是。开始做起生意来了，家人们。我是那个就是，马边的一个很偏远的地方。我是河边的。河边的，那你们会不会说彝语？我说不来的，我听得懂。啊？我听得懂，说不来。那听得懂吗？说，刚好这个好吃的。这点，真的，你要不要土鸡嘛？土鸡，等我闲着。就是那种18块钱一斤的那种。那种鸡吃哪样的？出生意了，跟你开玩笑的。他跟你开玩笑，他们家的鸡每年只养几十个，还不够他们自己吃呢。我们自己要吃。对呀。你们那个鸡拿来蒸坨坨鸡就好吃。哦，坨坨的坨坨鸡不得了，好吃的很。他妈弄的，他妈妈弄的。你们这个一只多少钱？吃一只？我说来你们店里面吃一只要多少钱？讲多少钱一锅？一锅，然后里面有。大锅多少钱啊？大锅的话288，4斤2。哇，小锅呢？小锅是168，2斤1两，然后那个是明锅100，128。然后鸡肉是重量是按照打针好了过后，然后皮子都切来摔了的，然后再拿来称的。可以，未来可以。祝你红红火火，生意兴隆。给我们打个折。你打不打折嘛？啊？打不打折？他给你打骨折的。不能喊，不能这样。哦，好不好？你看这个，但这个没我们公司平时喝的好。嗯。好了，我18块钱不是土鸡，土鸡很贵的，土鸡都要几十块。他现在学会骗人了。我是，他验证一下他是什么鸡。来，验证一下，帮你们验证一下外面的鸡。嗯，战斗鸡，打的鸡，打架的鸡，战斗鸡的肉是不是要那个一点吗？是不是杀猪的？没有没有，那么多吗？是什么？什么？家人们，没有没有关注的点一点这里的关注啊！我们下一次直播唱歌，到时候选好地方会跟家人们说的。我们开直播会有提醒，你们点点关注哟。关注小胡不迷路，小胡带你回家住。关注小胡喝鸡汤。对，家人们关注，在这个地方有很多姐姐阿姨，不知道在哪里点，点这个黄色的这个关注，搞红色还是黄色？黄色的有一个加号，黄色的一个加号，你们点了以后，我开直播发作品，你们都能够看到。对，有什么？叫你少生气，人家让你少生气，少生气。因为有时候这个公屏太快了，姐姐阿姨们，你们。有什么生活上的经验比较丰富的，你们可以在我的评论区给我打出来，我每天都会看我的评论区的。叫你吃中药，谢谢大家的关心啊。吃中药，我觉得我好漂亮，我想截个图，这张好看不好？我拍个吧。再拍一张我自己。刚刚不是的。哎，我这手表真好看，拜拜，家人们拜拜咯，给你们合了个影，拜拜，早点休息哦，姐姐阿姨们，我也要走回去了，我们都回去了。